是开头是101的，101如何留下中英文中的中文？也就是说，我希望把 A 栏里面中文的部分放到这边来，那要怎么做呢？啊，但是上面本来有答案，对不对？请你把它 delete 掉。也就是说呢，我希望把资料库这三个字放到这来，试算表这三个字，有没有？ 这几个字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这边就空的。哎，可是我要怎么知道说，到底这里面有几个中文字？啊，不是说叫你用复制贴上哦，复制然后贴上，复制贴上。OK 啊，所以其实跟各位提示一下，这边这一题可以运用什么？运用那个刚刚有提过的，就是你可以用 LENB 去算里面的拜着数。 然后呢，再去减掉什么呢？减掉 LEN， 因为 LENB 如果是中文字会两个拜者，有没有？那如果是 LEN 是一个字，那两个相差就会相差的部分就是中文了。所以如果 LENB 减掉 LEN， 那就是三个字。那三个字的话，意思说我在配合，因为刚好那个中文就在左边嘛，就 left。 你这样 rept 去取得那三个字，那你就可以完成这一题了。但是这边有个变化，什么变化？有没有发现？哎，对，这个 a 有没有感觉好像特别大？因为它是全形字，所以如果是全形字，它也会认为说它是两个拜者，所以怎么办？把它先转成半形，对，然后就可以。哎，所以这一题应该都知道怎么用了嘛，对不对？其实主要会用到三个函数。 第一个是 ASC， 把它转半形；第二个再用 LENB， 再用 LEN， 那就这样 left 四个，这一题就搞定了。OK， 所以这个也许请各位试试看这个蛮好玩的。我是觉得这个如果懂得一些相关的函数那问题呢就可以很快解决。如何判断中英文中的中文字那再来的话，请各位待会就是练习那一题，也许等一下有时间啊，另外的话呢，帮我完成这一题，用什么？用 REPT 加 LEN。所以首先的话呢，切到综合练习。那手机的号码等于什么？开头一定是09，所以双引号09，后双引号 ，and 串接什么？串接这个电信业者。然后呢，再 and 什么呢？一个减的符号。 OK， 当然了，你不一定从头到尾一定要全部打完，你可以先看看结果 O 不 OK，OK 再继续，不 OK 没关系，你就可以再看哪边有错误那 end 后面的话，哎，减之后呢，还有后面084，那当然不是说叫你先打一个 end， 打一个什么，打一个0，然后再 end 什么 ，end 84吗？这样子084，哎，有了。可问题来了，如果你向它填满的话。 也对前面三个都对，但是第四个应该就不对了，有没有 ？OK， 就多一个0了，有没有就不对了？所以也就是那个增加几个0，并不是说你用手动加的，而是要透过什么？透过 REPT 重复几次。但重复几次呢？你要去检查什么？检查这里面有几个，所以用 LEN， 那用3去减。哎，这个规则要怎么下所以这边就这边的话呢，我们要重复几个？那当然我讲过了，你可以直接打 REPT， 有没有？或者是说如果你实在是不喜欢自己打，你可以插入这边有没有？那找到 REPT， 刚好用过，有没有？哎，也可以，它会自动帮我加在这边。那重复什么字呢？重复0这个字。那重复的次数哎，次数应该是吧？因为我要用3去减。 3减掉什么呢？它 LEN 前刮弧去算这里面有几个字，有没有？减完之后，哎，3减掉2，刚一个字，所以意思说重复一个0。那如果这边的话是一个字，所以 LEN 3减掉1，那就是2， 2就重复两个字，哎，完全符合我们要的，所以按确定。那你会发现一个0就出现了，有没有？然后你后面呢，再 end， 再把什么呢？ G4补到后面打个勾084，这个时候你大概向下填满看看，哎 ，OK 了，有没有？再向下填满，哎也 OK 了，啊底下全部点2下，这边空点，其他应该 OK。哎，可是还有一个门号末码，那怎么做呢？其实哈，如果你已经做好这个的话，就直接怎么样，把这一串怎么样复制贴到后面，因为这边的规则跟这边一样嘛，有没有？啊，你只需要什么？把 G4 改 H4 就好，复制一下。贴的话有没有？啊，这个要一定要从这个 end 要复制进来哦，因为这边没有 end 嘛啊。 所以到 end F4 复制贴过来，然后呢把这个 G4 哈改成 H4， 我习惯选取按点一下 H4， 或者你可以第二个方法是什么？选这个 H， 然后把它输入 H， 这样也可以了。H4 打个勾，好，那最后的话底下就快点两下，这样它就全部填满了。 啊，填满的话呢，记得哦，不需要说你要这样往下拉啦，因为直接空点这样，快点两下，它就自动全部填满。OK， 哦，那请各位试一下啊，这边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这边哈、哦，用3去减，哦，只要是没做错的话，应该 OK 啦。画面先还给各位试试看哦。